这样上报了邪恶的紫瑶仙子的恩情，只是青玉病危，而他与夜蓝天之间，我能做的就有这么多了。与此同时，皇宫。好个文情并茂的江峰，这道歉信写得连我都动了。只可惜螳螂捕蝉，无法得脱我不好的天罗地网。你回去后务必造成公主对江峰不告而别的误会，让他怨，让他恨。属下遵命。彩蝶丝帕的味道总是令人安心。干，你这个变态！干，真变态！连那个吸气的声音都有做出来，还有信伟。自从跟随太傅方承昭服务朝廷，出使方丽十岁的彩蝶妹子，就一路呵护着你长大。好不容易培养的花样十八年华，怎么可以拱手让给混江湖的江峰？彩蝶啊，你要了解我的心意啊。中路动得深渊水，然后救出夜蓝天。好，好，那中路帮我。我记得张口玉学到一个招式，火焰金解嘛。到了。哦，夜蓝，哦，我们现在去救夜蓝天。夜蓝天在深渊水道里面，深渊水道里面。就像是江峰领队。到了，应该战斗吧。叶兄，你怎么样了？他们有没有对你？对你怎样？一定要救碧儿。夜蓝天受尽折磨，已经神志不清，却依然握着青玉编织的红色围巾，紧紧不放。我们快救燕大哥出去吧！啊，好好。对，在破前传的，我们刚刚把三代的《明月孤行篇》破完，魏麻衣、魏无涯首徒。哎，问马一是左边还是右边那个？左边那个吧。果然还是雷电子的计谋好，放他们进来，再来瓮中捉鳖。嗯，与小人之间，要是由我机关们出手，早就在洞口将他们擒获了。自以为是的蛮力白痴。好了。不要吵了，齐心门与机关门皆是朝廷左右手，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要立功，那就一起上吧，让我看看是谁比较厉害。好，机关受招来，金姐。呼，后面一个是《轩辕剑三》的机关兽吧。好像有点痛。等等，有点痛啊！回春诀只能补一个，干！哎，好痛！然后又打赢了，又打赢了。黄狮葬骨，红玉续风。上次有公主求情，加上师尊一向宠着你们，才会没事。那这次你们竟然和江峰贼人企图结救朝廷，朝廷重犯，正正难逃。待会抓你们回去，要师尊赐死。你们拿着碧水珠快跑，这由我来顾着。
就凭你。风哥，比尔，恍惚之间将红玉当成青玉，你们竟敢！嗨！哇 ，Super Saiyan 啊！原来天也是超级赛亚人呐、啊！谁也不准伤害碧儿！师姐，趁现在快走！哎，不管一蓝天啊！在醒来时，江峰已经被配发到冰天雪地极北之边境流放，跟其他奴隶一起做苦工。二连杯嫉妒获得了彩蝶公主芳心的江峰，交代了边防士官找机会整治江峰。在毁了他颜面之后，打断他手脚，让他生不如死，却又死不得。哦，他很想看看彩蝶公主在看到一个形容废人的男人后，是否还会继续爱着他。官兵屡次的折磨，都靠着江峰才智避开要害。没有被挑断筋骨，废掉武功。我也觉得剧情跳得很快。叶南天呢？然而，纵山间没有好吃好衣好住宿的情况下，身受恶病，包含引以为傲的颜面画下深深的伤痕，极度欲行死去。只是江峰一想到叶南天还身处大牢受苦，就不得不咬牙继续撑下去，开始恨自己凭着聪明不好好习练武学，无力救人。所以叶南天还没出走，还在那边。数日来，二守卫每日仅提供一餐一饮，江峰终日昏沉无益，摔入哨塔悬崖，随着河流飘往下游。啊，来不及念。对啊，暴气之后的叶蓝天呢？哦，有暴气跟没暴气一样。哎，姐妹们，你们看，这是个男人耶。好脏好臭哦，是哪个姐妹带进来的？脸上好大一条刀疤，好难看哦。这是哪里？花月奴，梨花宫女温柔婉约。你们呐、啊，怎么都不去练功，就在这里说什么悄悄话？师姐，莲花宫想禁止男人进入，就怕打乱姐妹们的清修。这男人阴挺也罢，至少给宫中沉闷日子带来新鲜。只可惜受了伤，长得又丑，我们留他做什么？应该是引来做苦力的吧。这么说，我们以后不用再整日去弄钱上的棉花咯。你们啊，就会瞎说，人家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们还笑他。等公主回来有什么好看的，快给我去练功去。好啦，我们就去，我们这就去。是暴气暴假的哦，脸超重要，脸真的超重要。你怎么样了？有好一些吗？
那些宫女只是有点顽皮，无意嘲笑你的。阿姆选二，还是没有力气说话吗？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这里静养，很快就会好了。我先帮你更衣梳洗，可能会碰到伤口，你要忍住痛哦。你怎么了？啊！不用害羞，公子昏睡这数日，我家每天都是这样做的。半个月后，月奴，这些日子真是多谢你了。江某来了定会报答你呀、啊，伤病刚刚好，连自己都顾不上，还想要着报答。其实我帮你都是依照姚月公主的指示，若你要报答，应该报答大公主。选项都选烂了，结局会怎样？这种事情你觉得呢？当然是一个人喽。不明白吗？当初公主见你一身脏污，漂流至此。不愿游花宫这个常年清净之地出个死人，公主曾交代，既然救了人，就要弄到完全康复，才能显得游花宫的本事。这个公主还真是自以为是，在下一位义兄身处危机，需要我前去救助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伤病初愈，就算这样急着走，也不能解决问题。月奴姑娘，实在抱歉，江某今天必须要离开。江梦走至花月奴面前，一股无形的巧劲将他推回。我虽不济，也非寻常武夫，但我运功来，就不信出不了这个扇门。梨花接玉，奇怪，我力气好像被弹回，要再试一次吗？是不是看到战棋游戏就有兴趣？对啊，呵呵，这叫拍档爆米花。我现在没有爆米花，现在要再等一下哦，要再一次吗？你看一下，再一次。江梦失到什么？失到什么？民国几年？不行，不能一直试哦。真的没有什么剧情吗？等一下再试羊。羊肉片我买，我有买乐事。可是我是买低钠的版本，钠不能吃太多、啊。好了，选一个好生厉害的姑娘，拜花月奴为师。一花宫真是卧虎藏龙，没想到宫女都有如此修为。都怪我平日偷懒，不愿意练武。如今没有能力救义兄，月奴姑娘，我可以拜你为师吗？公子，你拜错人了。月奴只是姚月公主座下婢女，拜不得，拜不得。为何不行？你武功比我要高强许多，怎么不能拜？移花宫、明玉宫乃是与嫁衣神宫齐名的天下绝学，除非公主亲授，否则不可能传授给外人。不会变肥仔啊，有在运动怎么会变肥仔？天下绝学，怪不得听移花宫如此耳熟。我记起来了，明玉宫。目前姚月公主因故外出，奴婢做不得主，等确认公子相遇后，自然会让公子离开。月奴姐姐，千里往花溪那边有只小狗被藤蔓刺到脚走不动，好可怜，你去看吧。可是我是看着江公子，不能让他在伤病未愈的时候就离开雨花宫。江公子就是这个刀疤脸吗？我来守着他就好了。有运动是肥仔，我不肥。月奴姑娘，你放心去吧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再逃走了。看来这是上天赐予的机缘，我一定要学会明玉功，救出南京大哥。那我去了。沈红妹妹，江公子伤病初愈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给我关照他一下。得趁机溜出去看看才行。哼，别想什么逃走的事情，我可没有月奴姐姐那么温柔。你要是敢出去，我就打断你两个狗腿子。
看来在拜师学武功之前，还得和众宫女搞好关系。秀红姑娘，月奴刚刚把她的手帕撸到我这里了，我拿去给她好不好？刀疤男想骗我，我看也想趁机溜走吧，不许去。可是月奴若没有她的手帕，就没有办法救受伤的小狗了。哎，这该怎么办？只有拿给她咯。哼，你想趁机溜走，绝对不行。我想出一个办法了，我拿出去给他。刀脸，快把手帕给我。江峰将手帕交给花水红。哼，我偏不让你去送，想骗倒冰雪聪明的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啊，结果也是你自己去送，啊，就不就没人看了吗？哈哈，意外的自由。先趁这个、啊，先趁这个机会到处转转，了解一下野花宫的情况。俗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。百战不殆。第三条腿是不是要打断没保险？喂喂，就在宫中，一定是比较单纯的嘛。但也确实让人喜欢不起来。金瑶的姑娘，深感抱歉，我在屋里大冷闷的，出来转转透透气。这样随便和人搭讪很不礼貌，野花宫规矩森严，随便乱跑会惹出很多麻烦，你最好还是待在屋里。新月宫，林宫，野花宫在前传真的变得富丽堂皇啊，跟皇宫一样啊，差很多啊。有这么夸张吗？那小月我都没被笑。万年冰柱哦，黑金石、女花宫门、秀玉谷，完全跟绝招三角二完全长不一样了。哦，秀玉谷有卖武器。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先买起来放。收费谷竟然卖武器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前传这么富丽堂皇啊，就一二代就变成这样。你方才不是来给小狗摇伤的，怎地突然在这洗花瓣？哎呀，一不小心花瓣都洒到水里去了，明明都洗好了，真可惜。月奴姑娘，是我吓到你了吗？那我来帮你一把吧。你帮我？可以吗？哼，当然好啊，过来，我教你怎么做。刚刚小环包扎好，没得空闲，我真的要忙正事。这些花又要装饰移花宫的，想要宫女不够细心，大公主把这件事交给我。洗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，摘掉形貌不佳的部分，不要把花瓣弄掉太多。你看，月奴姑娘，你看看是这样的吗？我看看，你好聪明，一教就会了。喜欢，瞧到花月奴清纯认真模样，不自觉吭哧。怎么了啦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小王最近几天活蹦乱跳，看来在月奴这些天的照顾下，伤差不多好了。看来我和那只狗是合不来的，它每次见到我，仿佛就要杀人一般。糟了，
小环他把我的墨玉梅花掉到望月崖去了，这可不好办。公主吩咐过，移花宫的何人都不能踏进望月崖一半步。可是墨玉梅花是每人配发一朵的移花宫专用标志，若是没有他，大公主回来一定会责骂的。月奴，你别哭，当真如此重要，我去帮你找吧。可是望月崖是移花宫的禁地，任何门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对，这是因为这条禁地，所以我这个外人才可以进去。你就在这等着吧，我带你去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谢谢你，望月崖就在移花宫的西侧，公子一路小心。啊，小黄是公的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哦。天色这么快就暗下来，我动作可以加紧，天一黑就什么看不见了。跟他们两个讲话。里面是移花宫的禁地，移花宫门人都不准入内的。好吧，每个将计就计。你各站住！不是说了移花宫门人不能入内吗？你怎么还往前走？这位姑娘此言差矣，你说的是移花宫门人不得入内，对吧？正是，可是我并非移花宫门人。既然非移花宫门人，那我就不必受你们禁令，这可能讲通。嗯，你说的好像也没错。可是瑶月公主不在宫中，至少要得到她的许可。好姐姐，你就帮帮忙吧，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若是后被瑶月公主知道，所有责罚我一人承担就是。而且你们整理后山棉花的时候，若碰到一些困难之事，我也可以尽一己之力。这小子长得一般，倒还挺懂道理的。好吧，那就特别让你进去。多谢两位姐姐。走路轻轻松松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此地不可久待，赶紧去望月崖，别再磨磨蹭蹭浪费时间。啊，莲心，哇，又要把妹了，又要撩妹了啊！莲心啊，我们刚才在玩到明月故心篇，就人就莲心，马上就要遇到前传的莲心了，各位喜欢吗？这里就是望月崖吗？好美的地方。眼睛余光瞄到秀丽的身影，这个姑娘的背影仿佛冰雪雕成一般。她是谁？不对不对，当务之急就先找出小黄雕成的墨玉梅花。我还是不要打搅她好了，小黄身后的那个应该就是墨玉梅花了吧。好，趁这个时候快速离去。你是谁？移花宫二公主出城绝俗。我你的脸怎么？啊，这边选二好了，选二没关系的，因为选二，哈，这是老天爷开我个小玩笑，怕我太帅迷死无辜少女。莲心的确跟正传差很多，变太猛了。这么贪图打搅到禁地清修的你，实在抱歉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蛮像赵灵儿的。对不起，请你不要走。我已经多年没有和人说话了，你来陪我聊聊天好吗？大家都是以貌取人，我进来只是帮着拿回一样东西，马上就要送回去了，所以不能陪你聊天。我真的很希望跟你说几句话，陪陪我好吗？对不起。马上被冰住。你干什么？还有强迫人听话讲话的吗？放我走啊！刚才我看到你的面貌，就显露那个鄙夷的表情，是我的不对。
你连面受伤，一定有什么意外或缘故，我应该将心比心。哎，我就是对女人没办法，既然道歉了，不陪她聊聊，反而是我小家子气。我怎么觉得这边的剧情很奇怪？召唤剑神救神，比比耳朵、嘴巴、勾勾手指。来吧，想聊些什么呢？太好了，你终于跟肯佩尔聊天了。可是该说什么好呢？还真是不懂世事的女孩。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会先自我介绍的。这个什么叫做自我介绍？天哪，怎么连这个也不知道？好吧，那你先替我示范。在下新疆民风，人称玉，不，你叫我江风就好。我叫做莲心，莲心这个名字，你和邀月公主是？她是我的姐姐。你难道是移花宫的二公主？嗯，你的左脚，你注意到了？很小的时候，我和姐姐爬上一棵果树，为了争果子，姐姐把我推落。后来我的左脚就伤残了。姚月莫非争强好胜，竟然为了争果子伤害自己的妹妹？之后姐姐非常后悔，一直把我当笼中鸟保护着，让我独居在这个风景如画的禁地中。可是把你关在这里，与其说是保护，倒不如说是囚禁。外面的风景或许没有望月阳美丽，但每天对着同一片景色不会腻吗？姐姐是我憧憬的对象，我什么都听她的，专心在这里练习我的明月功。明月功，你练到何种程度了？这些年来，我逐步出户苦修，功夫火候应该和姐姐相近，连跛脚都差不多好了。若非仔细观察，旁人看不出我曾有脚伤。可是姐姐还是不让我出去，我想这是为我好吧。这是学习明月功的好机会，虽然对不起莲心姑娘，可是为了义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趁你不嫌弃我脸上的伤，愿意找我聊天。我只是在想，以后该多找机会来跟你聊聊，替你解闷，让你了解外头的世界。太好了，以后你每天都来陪我吧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只是帮朋友来寻摸一梅花的，江某就先行告辞，那我明天再会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别过来，我可是会咬人的！汪汪汪！惹人麻烦还敢这么凶，这是一只不讨人喜欢的小狗。脸红干嘛啊？马上能忘记月奴了。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都已经死了，今天里面没有什么危险吧？哼，总之我算是运气好。你看看，这可是你的墨玉梅花。江峰将墨玉梅花交给荒月奴。哦，这边要选二哦，这么特别。不用客气，我很荣幸能帮你做这件事。江峰在移花宫的日子，全心帮助女孩们分担宫中各种杂物，渐渐的获得宫女们的认同。与此同时，连续数夜休息时间，江峰偷偷跑去禁地陪莲心聊天，从武林局势乃至乡间趣闻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。这是莲心多年以来最快乐的、最快乐的时光。然后呢，因为太胖，那个人的脸就和胸膛贴在一起，让人完全分不出脖子在哪。你说那负责斩首的刽子手伤不伤脑筋？天下真是无奇不有，哈哈。为何每次谈笑之后
都露出这样忧郁的眼神，是因为脸上的伤痕吗？不，这道伤痕是个恩泽，谢主长期以来外人对我的观感。若有一天我无钱无势又残疾，自望在以后工作劳碌的日子，刚好让我反省自己存活的意义。江公子，你累不累？介不介意再听一段故事？嗯，当然不介意，我想要听。那我说给你听，一段男女相视相爱的故事。江峰在夜南天与张俊宇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，尚未说完，莲心已泪流满面，伤心难以抑制。你就是故事中跟着结伴那位义弟？对的。带我走吧，你带我离开羽化宫，我去帮你救他们。真的吗？这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救出南天兄了。故事编得很好啊。这可不是编的故事。姐姐，莲心，我最热爱最亲的妹妹，你竟然和一个男的这样亲近，简直太荒唐了。月奴，在我离开宫中期间，你没有依令盯好江梦的行动，竟让他进入禁区轻薄莲心公主，把你今后一年之内都不允许和其他人说话。奴婢之错。莲音，为什么要认错？这是我的错，不是月奴的问题。哼，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要罚就罚我好了，别拿自己的婢女出气。好口才啊，看来你是读过几年书的。你轻薄我天真无知的妹妹，还敢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，你胆子也很大啊。说是自己最亲爱的妹妹，把她安置在万月崖，与关上笼中的鸟有什么区别？你对她的行为根本不是爱，而是囚禁。你懂什么？竟然向我顶嘴！靖公主，江梦在公主不在期间，分担众姐妹出众劳务，又是漂流至公主的外人，不宜依照移花宫内规的法堂，请求公主如当初所言，并好让她离开吧。月奴甘受一年不言的责罚。你奇怪，一个颜面丧丧的男人竟然能讨妹妹欢心，那月奴违逆一命，其他宫女似乎也蛮喜欢他的，这丑男究竟有啥本事？哇，报告公主，你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何时报告？不好了，修一谷外来了一个长得奇丑的人，坐在自动移动的轮椅上，说是来邀约公主提亲的。什么？那马上不管江峰。哇，以前坐轮椅啊，原来前传坐机关兽啊。邀约公主容貌满天下无双，今日得见，实在三生有幸。魏无雅，我玉兄如何了？什么江峰？原来是江峰啊！你脸上多有个丑疤，我竟没看出来。看来赫连杯竟然是九龙放桶，手下无人，没有搞死你。少废话，你告诉我义兄如何了？那家伙手里硬是握着不哪来的红围巾，整天胡言乱语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不图嫁衣成功之前，我们是不会让他死的。你们这些狗仔！难道江峰对妹妹说的故事全都是真的？算了算了，说这种事，别为叶南天的小子坏了气氛。今天为某身着红马褂，带着这银青机关兽前来，只为了迎娶瑶月公主。不可能，你走吧。
公主说笑吗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没有，我不肯削掉一个脖子。我好歹是堂堂机关门掌门，在朝中颇有权势，这样离开多没有面子。对了，听说小玉公主有一个绝尘美丽的莲心妹妹，那主角绿蝉跟我刚好配对，不如将她嫁给我如何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并不以外貌拒绝男人，只是我以心有所属。妹妹，你对于莲心主动伸手拉住自己，哎，回握啊，我们回握一下啊，回握一下，爽哦！马上有三个女人喜欢江峰，太扯了。原来你也不愿意、啊，这个刀疤脸就是你的心上人吧？因为移花宫个个高傲，不给我机关门丝毫面子。要知道，对机关门不敬，就是对朝廷不敬。我看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朝廷算什么？你帮我告诉那些狗官，我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也叫他们不要再派某个贼眉鼠眼的人再踏入这移花宫清净之地了。你们移花宫胆大包天，我生平最恨别人叫我老鼠。淫亲禽兽，给我变身，变成抢亲禽兽。今天我就算用抢的，也要娶到一个公主。哇哦！哦吼！我又要四个人打一个，明玉长、年金长、移花接玉、冰玉。OK， 好，明玉长。好，招式一模一样。好，华光之舞。连进长不一样，好，跟前几代不一样。冰玉，冰玉天怒诀，哦，补全体招式的血。寒冰掌，移花接玉看一下好了。今天得到移花宫如此厚待，这份恩情日后定当设法回报。姚月暗自衡量江峰与战斗中的极致，及其临危救人的反应，开始对他刮目相看。江峰全身烧灼，只有借万言冰玉与明玉宫的帮助，曾起死回生。在连线与月奴的哀求下，姚月打破明玉宫不传外人的规则。姚月灵心轮流运转真气，将之输入江峰体内，而月奴则在旁细心照顾。江峰对明运宫有着高度的悟性，并刻苦休息，伤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了。姚月公主，
这下明月宫也有小城，何时能够出宫去救我义兄呢？你的火候还差得远，上次去救无非是一个很急死。可是公主，不用再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不会让你白白去送死的。公主，江峰，我帮月奴姐来通知你，该是你往花溪洗花瓣的时候了。你刚刚叫他什么？江峰？我不是说过，除了我之外，宫里的人一律叫他江公子。奴婢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姚月还是不让我出宫，哎，现在去往花溪好。很霸道哎。